小朋友，你看起来好无忧无虑哦，希望你早点长大，上学工作。小象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构思的一个原创形象，它是一个会用自己的幽默毒舌去消解掉生活中的烦恼的一个平凡的打工人。希望你早点长大，上学工作。我们在接到 Animation White Card 的邀请后呢，觉得不如在正式创作他的剧本之前，先做一个小剧场，然后展现他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因为小熊猫它会给人一种比较幼态，然后比较圆润，比较小小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还是给它做了一套通勤然后成熟一点点的服装，来强调它一个这样打工人的一个身份。小象的头骨和嘴巴我们都用了 3D 打印的技术，我们在它的头骨里、眼睛背面还有嘴巴背面都装了吸铁石，这样子小象的眼睛就可以随意的转动，在小象说话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种替换嘴来实现。小朋友，你看起来好无忧无虑哦。我们这次场景设计呢，是模仿舞台的感觉，其中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波浪的装置。为了实现定格动画主帧拍摄的这个需求，我们特地在这里打了很多小洞，让动画师每拍一帧都可以通过木棍来固定住它。我们希望小象同时具有人类跟小动物的特点，所以它虽然给自己准备了非常精致的便当，但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像一只小熊猫一样的摇头晃脑。其实关于小象，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不管是故事上还是视觉上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期待小象的故事。